位陈泰安先生，请他发言。就不够深，
跟以前一样，也是可以。你要出港的时候，那个海盗如果风大的话，会撞到墙壁，对，这是很危险。如果说渔船坏掉了，也无法说向你们领钱，对不对？我第二点就是这个三架海那个地方，三架海那地方是比去年的我觉得还要不好，因为如果说我们船要上架的话，要进挖那个河岸的话，我们还要跟那个女主去奋斗，因为那个女主连到我们到膝盖，快到膝盖这边，要跑的话比较困难，所以我希望渔业署关心一下我们海山渔港，谢谢。好，我先重复一下，第一位我们女朋友讲的是一个插科影响航道的事情的问题，第二个是尤其是外籍工友，那这边是海上的垃圾，我们做决心要准备，希望能够先到。然后另外一个是海上废弃渔网，我们都做一个处理。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学生实习保险费补助，这是第一位。第二位的是国地的数据，还有翅膀跟一只钓的冲突的问题。第三个是港内的航道要疏浚跟上架怎么样改善的问题，没错吧？好，那我们同仁是可以做一个回应。这个海山渔港的航道疏浚啊，这两个人想啊，这个人重视有没有事情？是的，因为他是第二个渔港，那他也有常常他们这个戏啊，那前阵子海山长官去看，他是认为说其实可以跟那个乐和局啊，把这个工作上那个溪道的影响，那你这个是科的那个影响很大，这个你先请市政府啊去了解一下啊，到底那个他那个科啊是不是可以啊做一些调整啊，因为这个安全很重要啊，因为那个地方是这样。那至于说那个海费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最近也要会办一个渔港非常的评鉴啊，那我们也发觉到很多渔民朋友或者是外籍的朋友，他很不见得理解，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渔港，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做这些事情啊。那在这边，我也是希望说是在我们在下班后的一些活动的时候，能够有像一些渔民比较多，或者是业余，我们最近在八德路上做一个。这个展示区啊，我们那个语言里面啊，也有越南人、英文、印尼还有等等一些各种语言，所以这一部分啊，也是就是应该让我们再把于市推广的工作了啊。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要罚啊，就是说在港边丢垃圾啊，我们是有惩罚的啊，很多地方。那我在我们中央，我常常看到第一类鱼竿，它都会有按照鱼竿管理十八条，但是地方政府这方面呢，可以加强啊，我们先劝导。我们先给他前述列嘛，我想这个是慢慢来调整改进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建议。那至于说实习生那个保费补助啊，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看看他们农渔业，因为我刚刚讲是高中生利用还是比较的啊。那提提的可能是说你请到你们那边去你们上，要不然一个月保费虽然很高啊，对不对？所以看看他实际的情境，也许你比较了解的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啊。那至于说海费啊这个问题啊，环保署我们平常也有在持续沟通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如果当作事业费记录，你就该有事业记录啊。那这部分啊，可能还是要跟环保署啊持续的来沟通来了解。不过，我是希望渔民朋友啊，也能够偶尔啊，有时候也是能够共同维护这个海域的环境啊。所以这个是我认为是这个我以上的一个说明啊。那刚刚一只钓那个啊，其实我们不是只有苏海啊，国地也有啊，那也许做得不够，因为我一般2004年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国地的数据20.8亩啊，也是有啊。那我们的承办人员在这边啊，航道啊，刚刚我们讲说，航道的船下来，船都不进去了，所以可能在优先顺序上啊，航道是第一优先啊。那国地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大概每2年都会有一个数据，都会按照经费按照优先顺序，请地方政府送上来，因为新竹渔港是我们渔业署主办的第一类的啊，那不是只有苏南港，国际也是啊。那当然，可能这个在它数据的速度跟预计啊，也许没有那么困难啊，但是我们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港普遍要有的航道数据的来源啊。我们就看它，如果是地方政府的，那你列出你的配流啊，优先去送来，
那个航道疏浚跟上架，那航道不是刚刚停止了，因为海上渔港那边，我刚刚也跟我们主编报告，我们署长刚刚在前面看一下那地之后，你再赶快去看。其实觉得它其实哦，比波头还大，但是这里面要搬东西的话，除了说我们建设的新竹渔港，海上渔港关心一下。好，那我记得只要地方政府有配合嘛，啊，愿意进来，我们两边都会进来。好，所以这部分啊，我们要请那个谢科长来，好，谢谢。那我之前署长拜访嘛，我就跟他讲一点话，因为他有个野心，会进到那个渔港。那当地的业者建议说，是不是有个自杀池的概念呢？好，那我们的署长交代，我请他跟二级研究，二级可能会讨论说什么规划比较好。所以这个海上渔港，那这部分呢、啊，我想我们要请市政府把这些问题好列出来，然后跟二级还有跟署研究一些。我相信基本上提到第二类的观光产品，有一定的比例嘛，那我们会来支持。那我先这个，包括上下场都一样，啊，渔港的基本上是建设。我先注重到这里，谢谢。谢谢哈，因为我们把时间还是还给我们的渔民朋友，好吧？那我们先让刚刚吴庄委先做个回应，这样。好，我们现在第四位。第四位许丰利先生。主力各级长官、各位渔民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丰利啊，我们那个新竹县务渔城小班的。那我先自我介绍，我民国1984年到1986年在公务员两侧的服务。离开之后去教了20年的书，这20年的书我顺便在借我爸爸的那个巴拉库那边有3公顷多的乌鱼养殖，已经养了22年。这边我有六点提出，因为是重量级的官员来，我觉得在这边讲比较有效果。第一点是，我们那个新月沙湾出口的北边那个海边那个岸边已经被那个。可能是我在猜，应该是南寮渔港，说海堤深到海中大概200米，造成海流被破坏。我们整个新月沙湾北边的那个海岸线整个被掏空，一直往内部掏空。如果说再几次的大台风来哦，可能会影响到我们60公顷的这个养殖区哦，这个会非常的严重。那第二点就是，新月沙湾的入口前面有一个 河流，那河流河道它北边都已经做防波堤，南边大概有200多公尺都还没有做防波堤，那看起来就像原始时代的那种河流啊，这个也是很夸张，这长期冲刷对我们的养殖渔温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这个我都有反映过啊。还请议员县县府说，目前有40几条都还没做，我们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刚才也看到很多渔业署做的事情，真的是做很多。可是我这边有一个就是养灯、养殖证登记证，这个养灯啊，所以说求登天难，求人更难。这养灯我们要申请，难度很高，因为早期公寮随便一盖都超过30平方，因为国产局它的房子不能超过30平，所以在这边县府这边就过不了，所以我们要拿养灯很难。像我两个叔叔，小面积有7公顷，在那边是没有养灯的。那包括很多几个，他们只要放一个货柜，说没移走也不能申请养灯，反正就很困难。那这是一个问题哦，养灯拿不到，什么都是变成违法。那第三个是入渔保的问题哦，因为我刚好我教书，刚好有一个学生，他自己后来他是读海科大水产养殖系，后来现在我在请他来帮忙。那他在这边，他也是变成一个渔民，可是他要入渔保没办法入。后来我还请同总帮忙，但很困难，他的养殖系毕业的学生，其实在外面工作这方面，他要参加渔保都没办法。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那
再来是陈销履历，我刚才看到那个陈销履历，感慨很深啊。政府希望我们可以做陈销履历，那从今年度我们都有在做。因为以前我为什么做？因为我自己的东西我都直接用去验那 SGS， 因为最后面的那个 final 人家要看的就是这个认证。可是陈销履历啊，政府不断的推，可是对我们渔民大家觉得帮助不大。为什么我做出来的话，我的鱼卖的时候没有比较贵啊？我物鱼子也不会因为我有成交履历比较高的价格啊，所以大家不会想去做，除非他做自由品牌，他才会想做。所以这个成交履历，我觉得政府的美意很好，可是并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规划。如果我做成交履历销出去的话，我的价格，我的物鱼壳一公斤可以多个两块三块，大家都要做。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多个几万块，十几万，大家就会想做。可是没有诱因啊，大家觉得我做这个干嘛？那最后面我要谈就是我们现在的物鱼快收成哦。我觉得物鱼这个算起来算台湾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鱼类，因为我去研究啊，整个地球上全世界的国家只有台湾在养物鱼。除了还有一个以色列，可是真正产乌鱼整个都在台湾，其他都是海上抓的。人家想到鲑鱼，想到鱼子酱，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乌鱼子不知道在台湾，那这是应该一个非常一个在台湾，其实这种乌鱼产业其实已经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可是慢慢在没落中，因为乌鱼的产量其实不断的。从我那时候接触的时候，一年有七八百万的样子，现在只剩下一两百万尾，越来越少。原因有一个就是，乌鱼收成的时候，乌鱼壳的价格会大崩盘，它崩得非常厉害。像刚才有提到那个去那个学校啊，还是去放这一些，如果说我们乌鱼在产正在产的时候，如果说这一些机关可以跟我们这一些购买的话，当然可以稳定我们的价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再来第五位。那第五位，我们请翁正宪先生帮忙。大概就是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哈。两大点，一个就是西湖海那些通南的问题，就是鱼沙的问题。好，那鱼沙问题，因为我们西湖县哈，因为是顺应来讲，也就是比如说鱼胆小，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啊，鱼沙的问题，好几年都没有清淤没，大概有100万交不住，下去清淤好大，好几年的。上次林主委来时候我也反映了，但是现在还是没有清，还是一样这个问题的哈。也希望说今天长官来的哈，能给我们确定的时间。好，还有就是说，希望能够过来清，因为我们的杨县长哈，上任以后，他马上就有去渔港看了以后，他就愿意说，帮助我们渔港来建设。好，还有就是说，他的自从部分，我们路线都已经有准备好，就希望收快一点。好，这个是这样子。第二点就是那个内国地、外国地的问题，因为我们新竹县的渔船150多艘，它目前放在上面的只有60几艘，而外国地不能用。我们上次也跟林主委提过的，那里面是很多问题的啊，南延伸的。那个经费的问题，也希望说渔业署能够全力的帮助，因为我们出入的安全有很直接的关系的哈。也会比较不会说有鱼沙问题会减少，会这是很多问题的反应。谢谢。谢谢。目前是登记有5位了，那所以现在先针对第四
位跟第五位这边有提出来哦，包括工程的部分，新月沙湾出口，对不对？因为海流改变以后，可能会影响到区域的问题。那然后防波堤要改善，我问跟这个鼻头鱼港要疏浚，还有外国堤、外国堤的那个北堤要延伸。这个部分我们最后希望我这边跟这个新竹县市政府呢，我们在一起在做会勘之后，我们拉预算来。先这样处理。那至于说养灯鱼保跟那个产销鱼的，因为参加之后没有销售更好的价格的时候，这个部分我们会后再来跟我们这边再来讨论，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现在开放，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要讨论的？我们现在后面那位先生，好不好？主秘各位长官好，还有各位渔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慧新竹市的渔民，然后我们有成立一个活动竹堑文化协会来推动那个南寮渔港方面的文化推广 的工作。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我想要请那个署里面能够大力协助。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被子未满20吨渔船及渔网安装主机的最大马力的限制，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话，那个就是未满20吨的那个渔船筏的部分，它目前沿用的那个规范哦，它是那个船筏是要由县市政府来规定，可是全省来讲的话，沿用的规范都是你国70几年的规范。台湾的那个造船业跟引擎的发展，已经不是70年代的事情来可以来论述的哈、哦，所以可是我们目前台湾全省各地都是有引用这份的马力表，那其实是跟现况很不符合的，所以希望说这个部分能够来废止。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废止那个船员证申办需要出海90趟的规定哦。有个那个有位先生是他是渔民的二代，然后他爸去世了以后，他想要把他们家的渔船继续经营，可是他要办船员证，竟然没有办法办，因为需要有一个出海90趟，而且每一趟都一定要有4个小时的船来推荐他，那就要去跟人家拜托啊！现在天况不好，能够出海那么多趟的又很少。对啊，那就一直卡在那边，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说因为要防避，然后所以就把大家的管道都给封住了，这个是没有道理。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鱼越抓越不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推广说除了发展我们的那个渔港观光以外，最重要的是文化的保存的部分，你当一个渔港有文化保存的地方，才能够跟各个地方别的渔港有所区别。所以新竹非常幸运，它有一个永生制冰厂，好，非常从那个南寮渔港建港时期就有了，然后还有那个五代造船厂，他们都急需到我们那个渔业署的资源来挹注，让他们能够持续保存下去。那当有这些亮点的话，有一些文化的保存的亮点的话，会让我们那个渔港的观光发展，或者是文化的保存会更有内涵。谢谢。新竹县啊，我代表哈、啊，咱的波头渔港啊，我的船只落实在波头渔港啊。我在这边有几点哈、啊，建议咱的各位啊相关的文化。第一点啊，就是咱这个我补充咱主啊翁代表啊，他说那个我们波头渔港的淤泥哈、啊，非常的严重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要烧4分水才能进出港。啊、哦，我想这个非常的迫切哈、哦，
请各单位哈、啊，有关单位来协助，赶快来清理、啊。因为鱼鳞啊，一出海要三四分水啊，三四分水才会当出鱼干。这对咱的鱼鳞的这个性命啊，安全啊，非常影响真大。物理方面啊，把你做那活到一干啊，这这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咱即马诶政府啊，啊，咱几代政府啊，一定啊鼓励咱渔民啊啊转型啊，就是转型啊，啊，这一点的部分就是讲，啊转型啊，像阮波多渔港啊，非常的厉害，连一个渔民修诶直货中心啊，那个渔货中心啊，直销中心都没有。也破坏一港，也没有渔民休闲中心，党都无，连水都无啦，去非常的非常的闹鬼啦吼。他在那这个林创杰林主委当过了渔港，他真的不敢相信，哇，新竹县唯一的渔港竟然没有是没有水，没有淡水啊，有海水没有淡水啊。哦，那个在这边啊，再次的跟我们有关单位来争取啊啊这个部分，还有啊我们。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那个水工模型啊，我们这个北堤的那个啊那个连长啊，这个水工模型啊，这个是不是请我们的渔业署啊，是不是也来支持啊？因为你这个环境没有错，我们以后啊，包括渔港啊，更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了、啊。啊，我希望以上几点啊，请我们各单位的长官啊。共同来跟我们新竹县的渔民哈、啊、来解决，谢谢。好，谢谢。那还有这批地方的水工好先生部分，我去问一下。主秘啊，各位长官哦，各位渔民朋友，大家好啊、哦，我是这个物一产销班哦，班长啊、哦，这个郭副班。我讲，你讲提出一个意见嘛，哦，就是我们在一起捕鱼哈。啊，这乌鱼子，我以前拢是吼为何这农夫的大碗，啊，嘛有一部分人家己做，但是咱这乌鱼子拢以前拢是这传统的方法，点是头湾的拍安尼钓，吼、啊，但是阮即摆伊，吼，这已经足侪人有申请这个产销履历啊，比如说我们的市场街，我们的地区，吼、啊，咱拢有这个产销履历啊，啊，阮即摆有规规定嘛，你申请这个 PTA 也是产销履历认证啊，吼、啊。啊，阮即摆即相信讲，那照这个进度来讲，各位啊，阮就会当提到这 TGA 的产销履历政策咯。啊，即当然是安尼做，但是不如即线上哦做外资、跑外资哦，咱哦前段提个认证，后半段变成讲提个认证哦来做一个完整的这行销哦，我不单单提个产销履历，后边跑外资嘛是爱认证在。才能挂上这个牌子嘛？哦，啊，所以讲，我是希望讲，以咱班哦，成立一个，这简易的加工厂，成立一个简易的加工厂，甚至说示范工厂，因为初步毛到交这个叫工业工业业哦年底哦，伊嘛把阮哦提供了我们很多咨询意见啊，甚至可以设计出很好的一个赛天赛物质的这个系统。啊，这方面我管最清楚了哦。那据我知道，我们这个简易加工厂的顾问哦，这个农业部分好像做的比较快。我们一业哦，简易加工厂好像目前还在研究这个细节办法哦。啊，这也有特别提醒哦，诸位长官哦，这个办法哦，不要定的太严格了哦。因为到底我觉得简易加工嘛，可以适用于这个一般的这个小农。甚至说，我们这这个产销班啊，再次特别提醒一下啊，那个非常一个意见啊，谢谢。谢谢。刚刚针对说，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小鱼是不是渔筏，它要安装那个主机的马力表规范不符现况这个部分，我们回去了解好不好？看需要的话，我们也会召开整个先生来一起开会。那至于说，出海九十天的这个规定呢，它是一个。会员一个资格的一个限制规定哈，没关系，我们会来了解说到底是刚刚有没有什么问题之后，我们一起再找个时间来跟这边来讨论一下。那至于是刚刚有波动渔港的这个数据的部分，还有北堤这部分，我们就请这个气象局那边回去，他到底研究，必要说我们跟县市政府一起。
比较会干，然后看是不是预算里面把它放进去就好了。那至于说如果是交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比较困难，因为如果是交东西呢，现在监察院呢，它是说不能再新建啊，不能再增建啊，那只能说用既有的部分去做一个改善。那所以不一定要做到那么大的直销中心，而是做可能是从小型化，或者是像郭公宝先生做的，就是类似我们在初级加工这一段就可以了，好不好？那因为他到深层加工的时候，要变成是食品工厂的一个这个规范，就是它系统的时候，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这个就变成是卫福部的。那如果说初级加工厂的话，还是在我们农委会这一块，那我们现在在利用规范，我们把它拉出来研究，好不好？好，那我们是在开会现场还有没有？各位长官，大家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新竹县碧螺村都一港的理事，我要拜托我们新竹县县政府，像我们在里面啊，现在港已经弄得很好了，但是哦，这个海钓呢，那一岸上钓的人很多，那车子都往里面开，我们移民哦，要作业那个船要进去都很不方便，有时候我都怕它突地一停，都是停的一整天呐、啊。那我们移民的车子要进去要进，有时候都要工作哦，都怕它把它给上到了，对，所以他们那个海带上钓的船的车子。我尽量拜托我们县政府，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把它外来的车子不可以进去到港里面？我要给移民大家来交通比较好一点，不然的话，到时候伤到了我们这个移民多少钱啦？所以说可以进行进去，好，给他放在外面就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碧螺渔港什么都没有，水没有了，电线没有了，冰块也没有冰了。我们新竹县的朋友买冰的时候要买两个，回去放在有没有地方放？所以是不是可以我们县政府用那个小冰库，要放在那个岸上给渔民放冰，是不是可以？是这个是可以给我们移民方便一点。好，谢谢，我这边谢谢。好，谢谢。我们的开发还有没有？我来。我刚才哈、太紧张了，有一点点讲大了哈。那看到这么多长官啊，我在这边啊，请我们那个一月十五号，为什么我们新竹县台我们没有一月节？那我们每一艘船都有营业执照，而为什么我们没有营业钱这一点啊？请我们营业主跟我们回答一下啊。然后呢，我是那个坑子狗法长，以前有成立一个自救会好不好？我是那时候的秘书长啊，那时候在抗争的时候跟国防部有接触过啊。那国防部啊，今天你们要派代表来了。我是不是请我们的长官能够转达一下？当初我们高华柱当部长的时候，有一纸公文给我们，他说国防部涉及不影响渔民作业。那我请问一下，既然不影响渔民作业，为什么我们在设计期作业的时候，为什么你海警署的船要来赶我们走呢？这是不是很冲突吗？对不对？既然我们把它打靶不影响我们渔民作业，那我们在设计区里面渔民在那边作业，要通知海警署来把我们赶走，这是不对的。那当初国防部也有讲说，那个设计靶场很久了啊，所以说你们渔民好像没有抗争的意义啊。我要告诉国防部啊，我爷爷在清朝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皮革啊。是我爷爷捕鱼比较久，还是你设计靶场设置的比较久？所以这个真的啊，那个逻辑啊是不通的啊！我请我们渔业署员转成我们地区的渔民的意见，大家对这个坑子狗靶场
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渔民的生计影响非常的大，它是挥洒炸鱼的，它在打饵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尤其一只钓钓就没有鱼的，吓都吓死了，这对我们影响很大。我希望说国防部也拿出一些诚意来，要不然啊，可能会在激起我们渔民的抗争的心态。啊，谢谢大家啊，谢谢。波头港这边钓客的车辆跟渔民的车辆可能会有冲突嘛？哦，就是说也怕说孙师兄那边也吃的话，咱好孙师兄的时候的话，咱大概我们爱多多体验，咱不笑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拜托县，拜托县政府这边去协调做一个区隔，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波头港的这个小型冰库或是简易冰库这一块，这可以考虑，哦，这个我们就带回去研究。那另外刚刚有讲到渔业权部分，因为渔业权牵扯到电视渔业权、专用渔业权和区划渔业权，哦，那区划渔业权是在地方政府。那专业渔业是在这两个区，那就看区划渔业是县市政府要提出来，那专业渔业的话是大部分都是渔会或是合作社提出来，所以他就要看说他的这个申请的机制。好，我今天看一下渔业法里面有很多清楚的规范，好，我们去看一下。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防部的这个设计法区这一块，东北啊、东部、天安门啊、西啊、东南部有西啊这样，那不过呢，我们可以转达。把它具体建来，我们专业国防部也可以，这样子好不好？好，我们再看到吧。大概领导下山，要用红票去比赛。上面也是长官，你肯定有发言权，我不是有事说没办法发言嘛。那空投界的一张书面，至于刚刚很多提名朋友提出的意见，我同样是有责任的啊，一定要刚刚也是要约束多方。放心吧，应该就是一点，两万十六万，像这样来负责收改善。我爱你研究，而且要注意，要过过行程。这个最好是跟陈天爷的客服啊聊一谈，啊，赶快把这个行程再紧凑。那按五千五百，按十百啊，啊，同样是管理，同样是可以反映五月十八，那肯定要来高一点啊。还有，放心吧，你没事，事后再。我暂时呢，我待会儿放下。